潜心人体奥妙这个特展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科教馆能够利用这个暑假呢，把这个有关的生理啊，那么整个结构呢，让学生可以利用暑假呢来这里来做一个参观，同时了解呢身体各个结构的一个功能。那么我想学生呢看完之后会更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同时呢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从小婴儿的成长过程到人的一个最后啊，他的一个整个生理的一个变化。尤其啊，当我们看到血管阻塞呢，就知道今后的摄食啊，在选择食物该怎么样去注意啊。那么身体的结构以后呢，在运动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，不要来受伤害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活的一个教材。平常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啊，今天用这种解剖的方式呢，来展示人体的奥妙，这也是很奇特，值得大家来参观。希望父母啊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做一个亲子啊，共同学习成长。